来一下我办公室，需要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没事，今天造型不错，我先过去了。嗯，江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 你打算一直戴着面纱跟我说话吗？这个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。谁让你 cosplay 江总，这戳死了！快去换了。江总，你不是说要穿一天少一分钟都不行吗？这本来是对你们的惩罚，现在明明惩罚的是我，赶紧去换了去。江总，出去。 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一些新游戏，结合 VR 设备，比如说这个就是飞行器，里面有100多种飞行模式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就是飞机啊。这个飞机怎么玩的？飞机当然是用来打的了。啊？江总。嗯。 上班不能做咖啡，但可以玩游戏啊。什么来玩游戏啊？咱们是来视察工作的。哦。啊！ 挺有默契啊，江总，江总，江总，你在哪儿啊？
我在这儿呢。好吗？你个猪队友，没想到打起游戏来还能开挂。我说过的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看看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个小懒虫！哎呦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哎，快点，快起来去买两件正经的衣服去，快点啦！啊，快起来，快点啊！好。陆林，快起来了！喂，考拉，接过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先生，这是我们的储藏室，里面没人的。哎，真的没人啊？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吗？没有，只有您一个。您是需要买内衣吗？没人我就放心了。尺寸正常，我呢是来量文具的，我去下层看看。我等你的解释。